现场已经非常多媒体记者了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弄酒的时机。好，大家好，我是云爸。那刚刚带大家看过 Note 9的外观，现在来带大家采访一下Galaxy Note 9的产品经理 Michelle。哎，大家好。那这次 Note 9的话，有很多新的特色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可以看到我手上的这支 Note 9，那基本上它现在是在荧幕是锁定的状况下。那 S Pen 呢，我只要这边长压我的笔钮，就可以自动启动我的相机。那按一下呢，就可以做一个拍摄；按两下呢，就可以切换一个前后镜头。我们这里有一个设定的部分啊，设定的部分刚刚我是长压可以自动启动相机，其实我点进来我有很多 APP 可以去选择，那像比如说 Spotify 啊，或者是有一些 third party 的软体，在我们做遥控的时候也都可以去做，比如说下一首、上一首或者是略过等等的，好像大家常用 KKBox 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支援在这上面，那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说你的动作行为，所以其实是非常广泛，甚至是简报 for 工作用的也可以这样。在外形上的话，可以看到其实我手上这一支是大家意想不到的配色，就是一个撞色设计，一个深蓝色、宝蓝色的银色搭配一个很亮黄色，所以现在是蛮时尚流行的一种搭配。那在边边的话，可以看到这次我们有一点做钻石切割的一个，让你的握感会抓得更紧，因为拿得稳，你要写啊要画啊就会更实在这样。那其实这个撞色设计除了在外观之外，它还有延伸到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手写便利贴的功能啊。那这次手写便利贴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会叫出这个小黑板，但是这次写的时候它颜色就会跟你笔的颜色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你买的是紫色或者是古铜色，那你的笔的颜色也是那个颜色，写出来也会是跟你笔的颜色一样，就算一个生活的一个小情趣吧。写便利贴不止无聊，我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颜色跟别人做差异这样。我们到所谓专业模式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有可以调光圈，现在这个点下去，你可以切换 1.5 或 2.4。那我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这边的镜头，这里它的硬体是会直接做切换的动作的。所以这一次我们还是一样有提供双光圈，那我们也有双镜头。那双镜头的情况下，我们也都有双 OIS 光学防守阵。所以其实过去很好的一些 DNA 我们都传承下来，然后这次又再把它 upgrade 它的一些软硬体的部分这样。好，现在很多家都有做超慢动作，可是三星的就很不一样。那我们请Michelle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三星的超慢动作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三星的超慢动作是希望大家很轻松就可以拍下来，因此我们有内建陷阱快门，也就是当你预期这个地方会发生一件事情，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比如说跳水、滑水道、跑步到终点的瞬间，这时候你只要事先设计好你的陷阱框的位置，当目标物跑到陷阱框内之后呢，就会触动快门拍下最珍贵的超慢动作的影片。那拍完之后呢，会立刻帮你合成一个背景音乐，你还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有35首的内建，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自己手机里喜欢的音乐。此外呢，还有一个更特效性的，拍完之后它会立即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顺向的慢动作，或者是逆向的慢动作，甚至是来回播放的慢动作，因此让你方便快速打卡上传，那及时分享你的一个趣味或者是搞笑的影片跟你的朋友或家人分享。那我想问一下，在三星的超慢动作这次在画质上面有没有提升呢？这次我们维持是在 HD 的画质，那主要是希望大家在不同的一个 interface 的界面都可以快速的上传。歌曲选歌曲的部分呢，这次大概有几首？目前内建有35首，那你也可以替换成手机里自己喜欢的歌曲。